我是不是要被处决了？你来见我最后一面。本王来带你走。带我走？太后不追究了吗？只要你跟本王说出一切，本王保你在太后面前平安无事。你不信我？本王自然信你。可是你不说些什么？ 本王该如何救你？可要我说什么呢？你就说，那无忧华来自何处？你又来自何处？我不能说。不说，本王是在救你啊。为何？不能说就是不能说。 现在不是使性子的时候。你要是因为本王让你下狱而埋怨本王，那等你出去，本王任你处置。可是现在你必须是我。你是真的喜欢小九吗？是真心喜欢吗？还是只觉得小九新鲜有趣？本王为你彻夜难寐，连朝政都耽搁，你还在怀疑本王吗？ 你若真心喜欢我，这次我含冤而死。以后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你一定会因勇士所爱而痛彻心扉。这样亲近也算顺利完成了吧？小九不敢，小九也是有苦衷的，所以不能说。王爵，你愿意相信小九吗？你为何呀？ 在这宫中，就算是本王的宠爱，也无法和律法抗衡。难道你真的另有企图？小九，你说句话。小九，你抬起头来看着本王。 你为何进宫？你之前说的种种，都是在骗本王吗？我怎能告诉你，我是下凡助你历劫？我又怎能告诉你，即使我是清秋地界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报恩。 这将错就错的缘分，都要收回了。